命撞撞撞。预赛第十三组，就是我们周组哦，跟那个华龙舟哦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年呢是我们阿里山龙舟参加的第一次，就是，然后为什么我会参加？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们就在跟长老们聊天，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说，因为很多旅北周族的族人们都在台北，不是工作就是念书这样，然后我们一直在想一个方法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让族人们可以聚在一起。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，就是哇，那一次的时机刚好，我们第一次参加，然后人家都很好奇说，那里三龙舟，那他们会划龙舟吗？结果我们第一次参加就拿下了，就是公开混合组的第八名。三年就参加这个龙舟赛，因为我们是北周通商会，我们走周族在商场里面，跟他们讲，所以要写龙舟是真的是很难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祖先，据我所知啊，我们几乎都没有人在碰龙舟玩耍。那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啊，纯粹就是为了要，把我们在以及在外面都市的族人呢，聚在一起，可以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能够凝聚我们的向心力，也让在我们老家的一些长辈家人呢，可以放心哦，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外面呢，大家都是很团结，大概就是这个用意了。所以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个习俗，我们是跟划船跟龙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认为周族它非常可贵的，因为他们在北部的离北周族的人员非常少，那我很佩服他们凝聚力有这么高。他们甚至从比如说礼拜六日练习的时候，直接从阿里山下来，也有从新竹来的，也有甚至从金陵，也有从高雄来的。那也有一个几乎每一次来都是从布金江罗湖国小一个老师，他骑着摩托车都是开车过来的，这种精神让我非常感动。这个在其他别的队伍我看非常难得，那我很荣幸跟他们在一起，很荣幸能够有这些非常热情的周族朋友。他们现在是划的是大船，大的龙舟大船，我不希望他们以后变成小船，或是说以后断掉。我只要我有能力，我一定会永远陪伴着他们。
们今年的成绩算是我们来参加这四次以来最好的。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输赢，而是在于每一次我们是怎么样的同心合力的、团队的这样努力认真。明年一定要继续来，明年要继续加油。Thank you.